做侦测的。哦，他是做侦测的。空中飞了，对对对对，而且它平面的都可以擦，那地板也可以吗？嗯，这个太浪费了，很难擦地板。地板也可以用啊。我不要洗碗，你用家里的泥土，用家的爬爬爬的地板擦。我觉得像那个地板也可以啊，电视墙有没有大理石的那个电视墙，那个也可以擦，平的都可以，基本上平的都可以。